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观众大家好，台湾的股票好做吗？我相信这一句话是所有投资人的心声。台湾的股票好做吗？如果你在台湾的股市里面你做错了方向，像这种行情你会被两边打巴掌，也就是说做多也不对，放空也不对。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立豪在今天一样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把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我今天会讲的慢一点，各位，让你去了解盘中四个半小时到底重不重要。很多投资朋友们在开盘之前想了很多，但是各位，当开盘之后，盘中四个半小时，在之前还没开盘想的很多很多的动作，到了开盘之后全部忘光光。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买？到底要不要放空？到底要什么回补？各位，全部忘光光。这就是现在投资人的心声。我跟你们说过，其实在台湾做股票，你只要做到一点就好，你要非常的客观。如果你在台湾的股市，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你不够客观，你在台湾你是赚不到钱的。各位，你看一下我的股票，股票要多吗？我一直跟你们说过，股票要多吗？不要多，股票几档就好。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股票不要多吗？各位，我今天我让你看一看，请你睁亮眼睛。我刚刚不是请你把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吗？我让你看一看我7月18号买回的智元，我再让你看一看我7月21号上个礼拜五买的高丽，我再让你看一看今天这两只股票上来之后我去做放空的动作。你看一看真正一个在股市四个半小时盘中我怎么样带进带出。各位，你注意看好，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跟着立豪这样一样的速度进出的话，各位，台湾的股市你真的可以赚很多的钱。各位，我送你一句话，在台湾做股票你一定要做到有勇气、霸气跟行动力。你如果没有勇气、没有霸气、没有行动力，纵使价位到了你一样不会做。所以各位，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绝对不是技术分析，你要的绝对不是基本面的东西，你要的是那个盘中四个半小时你该不该去做行动力。各位听得懂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来，你记不记得当初我陈立豪，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3月29号当初跟你所推荐的这些股票，你们自己去看一看，这些股票是不是都创过历史新高。我说过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各位，我讲的智元你注意看，3月29号当初跟你讲智元的时候就在188到190就要买了，3月30号我又再讲一次。各位，当初的智元我已经打一个问号，我就说过了，勇气、霸气、行动力， AI 仍是主流。各位，我从3月1号跟你讲 AI 是主流，当初很多人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当初 AI 没有名人在讲啊，也没有学者在讲啊，也没有很大咖的一个真正有名的人士在讲啊，所以你不会相信。所以我当初我跟你说过，什么叫聊天机器人的 AI 人工智慧，当初在3月1号我就跟你提到了，我就已经跟你讲，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股票，股票真的不要多，你做来做去，各位，我当初就说过了，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就是做 AI 就是主流。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没关系啊，我跟你说过我在股市35年了，到了4月6号我还在跟我的会员讲，今天我们就先看看3035智元的反应，而且手中有的人请续报，没有的人可以在190附近加码或买进。各位，我从3月29号开始讲，到了4月6号我还告诉我的会员，没有的人赶快去加码买进。各位，你看看到了4月24号，你看看哦，到了4月24号，请注意各位，你看看智元第一支，你再看看各位四星在这里，各位，这些股票你看看是不是在创历史新高。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只是你不相信而已。哥，你看这档股票3035，如果假设如果你真的一路做，一路就摆到现在就好。哥，这档股票创历史新高，你看。那各位投资朋友们，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我要跟你讲的，纵使你一波到底，纵使一波到底，假设你200块爆到现在，各位今天创历史新高到403块，你都不要动它，你大概只赚200块，203块的价差。各位来回做价差，你知道智源已经创造多少的价差了吗？各位已经不得了了。你看看我最后一次就好，各位你看，我刚刚不是请你把照相功能全部打开吗？各位你看，7月18号，注意看哦，7月18号，各位不能造假作弊了。各位你看我做了几次了，3035的智源，各位我们那时候还讲说分两次来布局，310到315先买一些，你看7月18号，各位你看7月18号，各位最低多少？305，收盘收多少？314。那各位有没有成交？7月18号全部成交。如果你真的，各位你没有人带，一档股票已经涨到这个地方了，你敢买吗？我告诉你，10个人8个绝对不会买，因为我是陈立豪，所以我在7月18号告诉会员你去买。那各位你看，就算你买在305 314好了，到了今天各位多少？403。也就是说你在7月18号纵使最后一次买，勇气霸气行动力，各位你到了今天7月24号极大值，你赚了93块，10张93万，100张930万，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你看到了吗？各位这叫做智源。你相不相信今天智源冲上来的时候，我告诉我的会员，各位 AI 已经进入了乱期，混乱期。我还告诉我的会员，只要今天的智源冲上去，愿意做放空的，打电话给陈立豪。你如果不相信，各位我拿手机给你看，你看看我们怎么做买进，怎么做放空的动作。你看各位注意看哦，我陈立豪绝对不会造假，不会作弊。各位看来，各位今天早上两个字，哎，好，各位今天早上两个字，你注意看，各位今天两个字，会员注意，刚刚 AI 一阵骚动，很多会员有放空，其实各位我早上就在讲放空了，你看，你看这一通，会员注意有没有？目前有没有？目前全市场的资金都在玩 AI， 这样的情况将会看到不太好的状况发生。如果想要放空 AI 的人可以跟我联络，早上9点23分就在讲。那各位你看看，你看智源今天开盘的时候是不是冲上去？各位你看开盘是不是冲上去？好，冲上去，各位假设你获利了，你赚了93块了，你获利了，你又看到我陈立豪在传这个，各位想放空的来找陈立豪。各位你看，从400块以上放空到收盘，各位你注意看，收盘377块半，各位你看到了没有？假设你真的去放空了，各位你至少赚20块以上到23块。各位帮我陈立豪鼓鼓掌好不好？你敢吗？所以我侧标讲什么？这些股票四星、智源、高利创历史新高，你有吗？我们不来讲了多久了，各位再看另外一边，7月24号放空，你敢吗？我从头到尾验证给你看，你有吗？你敢吗？各位做股票不就是这样吗？你要的不是技术面的分析，你要的绝对不是基本面的分析，像这种行情你怎么用技术面分析？打死都不相信。你怎么样用基本面分析？打死你都不相信。各位用筹码分析。所以各位，我陈立豪早就跟你说过什么，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一定有人为炒作。各位你要观察什么？观察筹码，你相信了吗？各位不要铁齿，你也不要每天在听故事比赛，你会死得很惨，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各位今天智源我们怎么带进，
当初就跟你讲188到191布局飙到，就算你买到飙到今天，你放到今天你都不要管到最高，对不对？你一样赚钱创历史新高，更何况我们来回做价差，7月18号买最后买的310到315全部成交，到今天创历史新高403，你也赚了70几块，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如果最后一次7月18号你买了，你跟我们买了这一波的极大值，你赚93块。今天你敢去放空又赚了20块。哥你看一来一往你就93加20 20块就好。哥你总共又赚了113块。更何况我还手机告诉你怎么进怎么出，对不对？而且当初你看7月18号当初我叫买进的，叫会员买进的，哥你看到了吗？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对不对？你看到了下午1点06分，7月18号，会员注意，3035的资源果然又来一次310附近，所以今天先布局一些，明天或许还有机会。有没有机会？一样有机会，各位，只是你敢不敢而已，你有没有跟着陈立豪打江山，如此而已。各位再来看一档股票叫高丽，各位，高丽在上个礼拜你敢买吗？高丽从低档开始我们一起做，低档哦开始做哦，各位我等一下拿给你看，5月8号我就上车了，5月8号，我当初送给你们两个，一个母亲节礼物，有没有？是不是高丽？另外还送一次，有没有？我是不是送两次高丽？各位你看，你先看来，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各位继续看。你记不记得我在5月8号的时候，其实各位5月8号我们就开始在做高丽了，当初这些高丽8996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鸟股，没有人知道，各位你注意看就好，当初在5月8号，各位你看，到5月8号的时候这是什么股啊？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股啊，你看5月8号那时候203块，没人要买啊，你看从低档开始，有没有？低档到今天多少？447块，各位你看到没有？447块这一段，各位你看到了吗？我当初跟你说什么？各位，母亲节的大礼非常重要，绝对要有。你有来电吗？好，各位，你看看第二次我又再送，6月21号，你看看6月21号我又再送一次。各位，你记不记得这个？你看端午节的大礼一样是超级粉红钻，一样高利，你有相信吗？你看母亲节的大礼当初就是高利，结果各位端午节的大礼还是高利。我说说了你不见得信，买了你会很高兴，放着你会超级爽。各位你摆到今天你会爽到今天，你看各位到了今天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各位我陈立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别的老师绝对不同，我跟别的老师真的不同。而且各位我叫你进你就进，叫你出你就出，不要太多的废话。因为我告诉你在股市35年多了，尤其盘中4个半小时该怎么进该怎么出，我比你更清楚。各位你看我最后一次，你看我最后一次7月21号，各位7月21号我买了嘛，对不对？你看我7月21号，注意啊，7月21号礼拜五哦，礼拜五哦，各位你看什么？来念给你听，会员注意，8996的高利368到375买回买进哦，各位375哦，你注意看哦，早上9点12分就在讲，9点12分哦，各位看一下高利在7月21号我讲了之后，我9点12分讲，各位注意看，我9点12分讲368到375买哦，各位这档股票打到374是9点21分，9点21分来374，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敢挂375全部成交你都可以买得到。各位你看到今天，今天最高447，今天最高447块，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就算你上个礼拜五，就算你端午节礼物你没买，就算母亲节礼物你也不要，好没关系，都没关系，那是你家的事情，你要不要是你家的事情，我跟你说过我送给你就是超级大礼物，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各位你看我7月21号我又买回，
那各位，假设你放到今天72块，极大值。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10张72万，100张720万。各位，重点是上来之后你敢空吗？各位，重点是上来之后你敢放空吗？各位，我刚刚不是给你看的吗？各位，你看，各位，你敢放空吗？早上9:25，今天哦，会员注意，目前全市场的资金都在玩 AI 的股票，这样的情况将会看到不太好的状况，所以如果要放空的人可以来跟我联络。各位注意啊，今天两个字，早上9:23，各位，你看我才刚讲完而已哦，我们获利出场哦，各位看，7月24号极大值，7月21号买的，对不对？是买的，今天出场之后，对不对？你敢去放空吗？你看今天收盘，你看今天收盘收在420.5，可以说是收到最低价。各位，我是谁？第一名的老师。各位，你再看，你再看，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我说印出来给你看。今天两个字，刚刚你看到了，我印出来给你看。各位会员注意，刚刚 AI 一阵骚动，有没有？我刚刚不是给你看过吗？9:23呢、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目前全市场的资金都在玩 AI 的股票，这样的情况将会看到不太好的发生。如果想要放空，跟我联络。结果呢？9:56，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日期跟时间给你画出来吗？因为我不会造假，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同哦，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所以我把时间画出来，让你去印证看看，让你去印证我陈立豪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所以各位看。会员注意，刚刚 AI 一阵骚动，有很多的会员有放空。各位，我告诉你，我们的高利还空到，我们出场之后还去放空，出场之后还去放空。各位，出场之后还去放空。各位，你看收盘收哪里？你看收盘收哪里？收到平，收到黑的。你如果真的440几块去放空，各位，你大赚20块。所以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而且。那时候3035的资源，刚刚我也讲过了，我们不是出场了吗？出场之后有去放空，都有价差，可以自行回补获利。没有放空的人就不要理会了。各位，你知道有多少人去放空吗？因为他们有陈立豪，所以很敢放空。我跟你说过，我不但会做多，我还会放空。各位，我让你看来，7月24号，如果你真的敢去放空，各位高利，你真的敢去放空，这次我放空440几啊，各位，假设你在这个地方回补，你也赚了20块，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看哦，放空7月24号放空也能赚20块，这是真的。各位，这四个字，请你把它念一遍，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放空也能赚20块，这是真的。10张20万，100张200万，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真实富贵。各位，你再看看智源一样。短线放空照样获利之后放空，各位，7月24号，各位你敢吗？你如果真的敢，各位你看回补375块，你又赚23块。你看你去放空395到403放空，各位到375回补，你赚23。各位来，各位这是真的，我一样画给你看，这是真的，放空也能赚23，这是真的，真实富贵。各位看到了没有？各位，你相不相信我放空回补又反买？老师啊，真的还假的？一档股票你来回做价差，各位我是谁？你不相信我印给你看。各位请看，今天两个字，7月24号早上11:56，会员注意，3035的资源395到400，早上有放空的人，现在378附近可以全部回补，另外370到375可以买回做多。我不会造假作弊啊，各位，我陈立豪跟你说过，我不是那种造假作弊的老师，我非常厌恶造假作弊的老师啊，我不会，我全部给你看。各位，今天有一位投资人，不好意思哈、哦，我直接点出来，姓肖，肖先生，你够聪明，你如果会选择陈立豪是你的眼光。我知道他跟我今天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老师，我是真的被很多老师骗了，被了大概7-8个老师骗了，老师我还被人家诈骗集团骗了2600多万，真的很可怜，真的。
但是没关系，你今天选择成立好，让我来帮你，知道吗？赶快手续办一办，我明天开始带你做。所以各位，真的，我从头到尾我全部都在验证，我也希望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你自己好好的把握，我从头到尾全市场能够去验证，而且各位用手机验证的大概只有成立好，只有我做得到了。因为为什么？各位，因为我都是分析筹码，我都是分析筹码的，各位，我绝对不会去造假作弊，我也不会去吹牛比赛，没有意义啊。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发息又开心，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知道吗？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各位，我跟你说过，现在的行情已经进入了真的高档震荡，高档震荡，你要找一个真正会做股票的人，而且要会做多会做空，各位，要会买要会卖要会空要会回补的老师就是我。跟着利豪安心发息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全民抗涨大作战，八八八抗通膨专案，让您轻松的负担，帮助您快乐的赚钱。抗涨专线02-8511-3366，抗涨专线02-8511-3366，鼎业投顾。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现在的行情已经进入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你要懂得做股票，两边都可以赚，做多也好做空也好都有机会赚钱，但是如果你不会做，是两边会被打巴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听得懂意思吗？另外我要提醒全国的观众，因为现在 AI 从我当初3月1日一直跟你讲，有没有？AI 是未来的趋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各位，未来都是 AI 的趋势，所有的资金几乎都是怎样，2/3以上全部在 AI。 各位你要干嘛？来回做价差，很好玩，非常好玩，听到了吗？ AI 不会死啊， AI 绝对不会死啊，人气啊，人气，听得懂吗？人气，我为什么要跟你讲筹码？筹码就是人气啊，听得懂吗？现在不管阿猫阿狗，只要扯到 AI 就有生意，只要扯到 AI 就会动，听得懂吗？你业绩再好的股票没有人动，不会动就是不会动了。但是各位，有人气的股票就是 AI， 来回做价差，股票要多吗？不要多。你看我测标的股票一直创历史新高，世新也是啊，智源也是，高丽 这些股票我还会回来一直在做，来回做价差，听得懂吗？股票不要多呢，听得懂吗？所以各位，你像那个金星科啊，那些都是我一直做的啊，像那个利旺也是来回做价差啊，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行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各位重点在筹码，筹码战。那各位投资朋友们，真的我也跟你说过了，就像当初跟你讲过送给你们的超级大礼，母亲节礼物、端午节礼物高利你也不相信，结果一直创历史新高。那各位绝对不是天方夜谭，有300万要变成3000万，请你马上来电，好不好？真的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好好的把握，跟着立行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